在很强，他说他现在很爽，很爽。우선 여기 오기 전에 TSG 관계자분께서 부담 갖지 말고 긴장하지 말라는 말씀을 해주셨는데 来这边之前，其实球团的人有跟我们说，希望我们不要紧张。사실저는긴장하고걱정되진않았어요我也其实来之前没有很不紧张，也没有很担心。왜냐면어떤숫자가나와도사실제가이제응원하고있는이상잘할거라고생각을했기때문에因为他相信不管抽到什么数字只要很认真为他们加油台杠一定会有好的成绩마음편하게뽑았는데우선상위번호를뽑아서너무기분이좋고요所以其实是很放心的去抽了签结果抽到二号觉得非常非常的爽이기세를몰아서내년시즌좋은성적을거둘수있도록열심히응원할테니까요많이지켜봐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希望可以借着这个鸿运，明年台钢也可以，台钢雄也可以有好的成绩，然后会一直为台钢雄鹰加油，敬请期待。이제조금행운을빌려고편의점에가서일단빨간색의물건을6가지를샀었고요今天没有特别带幸运的小物，但是昨天我们有到便利商店买了6个象征好运666的6个红色的饼干糖果，然后去寻求好的运气。그리고길에있는쓰레기를주워서쓰레기통에잘버렸습니다然后做善事捡了垃圾，希望能够透过做好事带来好运。没有啊，那没有什么渊源的，我二号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当然能够抽到二号，当然是很我觉得蛮幸运的啦，因为1/6要抽到一号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本来期待是说只要能够前三就 OK， 1、2、3哪一个数字都 OK， 结果他抽到2号，觉得这个运气没有100分，最少也有95分以上啊，所以这个我们是因为今天也刚刚陈某领队所讲的，所有的东西看起来是他最幸运最 lucky 的，所以就由他来。黄总这边有在东盟期间有跟他聊过，那我们这边有跟他的经纪人讲过，就是等抽签之后，我们会再跟他做下一步的一个讨论。那接下来，是不是明年会继续跟着球队来训练？那这个部分还要再跟经纪人这边讨论之后才能决定。这个一任3年就是制度嘛，哈，所以3年一到，我觉得我应该就要把我的态度做一个跟球迷朋友、跟球团做一个报告。所以在今年的这个颁奖典礼上，大概我就把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说明。那我当时是想说，如果可以再回去当球迷，其实也蛮好的啊。这个只有球迷才可以很热血的在场上这个为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球队球员来加油嘛。那6个球团，因为制度上6个球团。还是可以，就是说制度上我还是可以连任一次的，所以我想6个球团昨天的表达，希望我能够继续留任的立场，我其实也都收到大家的心意，也都看到了大家这个的想法。那我也讲过这个我很乐意啦，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让我再为棒球来服务，我想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球迷也很高兴能够继续担任会长来为球迷来服务，为棒球来服务，其实我也很高兴。